相爷，我和你说过，让你尽快谋一份厚礼，雪霁开颜，一切都好办。你都到这儿多久了，也不见你谋得什么像样的宝物。还请相爷再给点时间，我一定完成此事。知道就好，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，赶紧去寻找宝物吧。今日我身体欠佳，恕不久留，段某告退。这是我们大家撤退的位置，非常重要，不能有任何疏漏。记住，我们只有两炷香的时间。看见鸽子的时候，要记得，是我在等你。府内妻妾成群，只有一妻。你这是惧内。